这两个家伙竟然把金沙当成冲浪板。网上最近流传一个影片，两名男子把金沙当成冲浪板来耍。金沙又称豆腐沙，已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。来看看这段影片。Tomo News 原创 LINE 贴图第二波开卖喽，快来下载吧！